这两个多月前。对呀、啊。不记得。不记得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慢慢聊天，慢慢那个。生病的后遗症令他感到沮丧。麦兜在一月突然脑出血中风，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和休养，终于出院回家。女友依依除了一路陪伴，也将纳豆的复健过程全都拍下，希望能鼓励更多人。真的是连医生都说是奇迹哦！1月24号开刀到现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，但是他却可以恢复到我们已经在游泳了。我会想要把他复健的这一段的影片所有都拍下来，是因为我现在每天早上看睡醒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有好几次都会哭出来，因为他在加护病房那个时候，医生传给我的每一天视讯的影片，都会让我觉得天哪，我们感觉是没有希望的明天。手指比手指，哎，对对对，很好，好 ，OK， 眼睛打开看看，哎，对，跟依依点头一下，跟你女朋友点头一下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光是举手要 hold 住5秒钟都很难。到后来，我记得第3个礼拜吧，扶着四脚拐站起来，然后那一刻我真的是很想哭哎、欸。对，脚伸直，手伸直，手伸直，你要撑。挺住哦，挺住哦。手帮忙哦，都帮忙哦，身体帮忙。这只手用力哦，这只手要出力气啊、哦、哈。肚子不舒服哦。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啊、哦，没有力气吗？啊？可以，你做得到。你现在左边搞错，左边右边搞错。对，那把你的领子拉好 ，OK。来，脚头，脚头，杀人！哇，再一次，很凶。快点，把你寄给导演看，表示你很认真。不行不行，会累吗？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还可以唱歌吗？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，自主复健很重要。你的眼中没有我就不会拼，是不是？加巴爹，加巴爹，慢慢来哦，来给你，慢慢来。那你一步一步要踩实哦，这个脚要，那个脚不可以拖地，抬起来。好，太厉害了吧！录给你的小孩看，辛苦吗？累吗？不累，那可以做半个小时吗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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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再低一点，没有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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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起来。只是觉得还好，这些这些后面的力量啊，再相信自己。有时候我给你看你之前的影片，复健影片都会吓到。我吓到说，原来我是一个是会动的人，然后突然变得这么不会动，然后我要努力变成这样子才是真的。原来我很想变回以前活蹦乱跳的。对对对，就那一期是一个对家人严重蛮弱的一个人。不会啊，你现在四肢很健全。因为复健的路都是大部分是蛮模糊记忆的，然后唯一有的一些记忆就是很片段，然后很就是片段的，所以是不是都是很痛苦？对，就是大部分都不是很值得回想的。我觉得复健这件事情是，尤其是对中风人来讲是一辈子的。像我们现在的话，就把复健当作运动，但我就是陪着他一起运动，让他起码会觉得两个人一起动比一个人动更有力量。希望大家一起加油。